第一天实习回来了，然后我实习的是 inpatient， 而且还是 ICU。所以 ICU 的话，就是基本上那大多数人都动不了。所以今天见了五个患者，然后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动，其他人就是在床上滚动一下什么这样子的。因为这些人的话，你就要一直观察他的这个blood pressure 嘛，就血压什么的。嗯。然后给了我一个这个 ID。啊。OK。正式成为 NYP 的一员了。对，这个是他们的康奈尔的附属医院。OK， 好了。小家伙在这儿。OK。